军办，放马啊，组建放马。毕营啊，正在接到那个国家机器啊。前面我们看那些细节啊，像藏族式的或者很多很多的，或者穿一根绳子啊，这是细看，如果粗看，粗看就是一句话啊。 毕营啊，在接到那国家机器啊就可以了啊，就打来了放马了啊，打了就放马了，是这么一情况，打的放马了啊，是这么战场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